今天是2016年1月16号，今天早上从日本的东京然后去参观明治神宫，再到横滨Yokohama，还有到那个拉面博物馆，现在来到了前仓的八幡宫。现在的下午时间已经是4:18。公家了，好不好？车上有一位的老奶奶啊，迷路了，所以时间延误了1小时了啊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湘南的那个电车的部分。超喜欢这个，而且都会有所以呢，有带年纪大的一定要跟好啊，不然真的迷路的话很辛苦。小朋友。好，不行，那你要教我们做。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，要教我们做。你要再教我们。好，收起来了，不要让你们玩手机了，玩太。